还是转不停的陀螺，被时光打磨，脚步却随我。困境也能来一道绳索，想去到哪里，心从不迷惑。当我认定美好经过，相信不闪躲，你那眼神清澈，好像星辰拥抱辽阔，安然去划过，今夜都亮了。光芒之中不沉默，我听见你跳动的脉搏，就算夜幕会斑驳，爱怎么可能省略过。光芒之中的轮廓，交来手心的巨人，没有理由不寂寞，连连余生都要你陪着我。我到了，你进来就能看到我。嗯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两杯拿铁。好的，一共48。好。不好意思啊。嗯，没事。哎，哎，是你啊。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我在网上看到过你的视频，那个企业救援队，对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是。太巧了，你真人比视频上更好看哎。能加个微信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不太方便，真不方便。如果你对救援队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，谢谢支持。那个我早加过了。干嘛要拒绝啊？啊，来，我给你打开，你扫我。想着你干啥？要不我扫你。这位是我女朋友。啊，你有女朋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您的咖啡好了。谢谢。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才没有呢。因为我知道啊，不管你跟多少女生接触，都会知道我是最好的。他加我了，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呀？通过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还能跑了不成啊？那我真的通过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什么呀？这是。你闻闻。面膜。嗯，不错，有进步。啊，来，要不要试试它？哎，别给我！不要！我不要！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嗯。谁啊？青音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儿？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哎，你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闲杂人等，请回避。你去吧。那我回队里了。嗯，没事，快去吧。我听清晨说，那天你也去了滑翔伞基地。
对啊，我今天来有个东西要给你。嗯，给我什么呀？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这是哥哥念书的时候啊，所有喜欢他的女生递给他的情书，全都被我拦下来了。天哪，他有这么多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我喜欢的人，别的女生不准碰。我保管了那么多年，现在全都给你了。为什么要给我呀？那哥哥现在是你的了。哎，但你搞清楚啊，这不代表我输了，是我主动放弃的。当然了，像你这么漂亮又优秀的女孩，谁会拒绝你呢？哎，但是啊，其实我哥很难搞的，我觉得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你别说以后，就现在经常给我犯直男病，我头都要大了。说到这个，那我们要吐槽一天一夜啊。别急，咱们慢慢聊。来，他以前什么样的呀？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搬家，你知道他把我的睫毛钳认成什么了吗？什么？刮皮刀啊！他还问我怎么用，要拿去刮土豆。哎，像是他干得出来的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看见宋映晨发的朋友圈了，官宣了你俩的关系，知道你在这儿，来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我跟宋星辰从小长到大，他对我来说就像我亲姐姐一样。如果你敢对他怎么样的话，我你就怎么样。我就告诉我姑奶奶，想告我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最好有点自知之明。上一次活动摄影那个事儿还没谢你，这也没什么招待你，就把陆群放我这酒喝了吧。来，这儿。你大半夜喝啤酒，不怕长肚子？大男人的长点肚子怎么了？大不了练了不就行了？也不知道你哪儿好，先是高清音，现在宋星辰都被你拿住了，你有什么独特秘诀吗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，高清音可没有。我这长得也不比你差呀，这问题出在哪儿啊？我不会有事没事照镜子吧？去，真喝呀！来呀！你喝啤酒都这样？我酒量不好，那就得练练。来，还来？嗯。哎呀！哎，哎，跟我说说你姑姑小时候的事呗。啊。你看，宋星辰从小就是个女霸王，就会欺负人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长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会欺负人？你看，给我耳朵揪的，比我的脸都大了。那你活该，你肯定惹到他了，活该被揪。我活该？嗯，他要不是长得好看，根本就不像个女生。就是长得好看的女生，从小就好看。给我！哎，别！还有吗？还有别的照片吗？给我看看。那游乐场，队长，洗澡，这你也敢留？他给我洗，没穿衣服的是我。发给我。哎，行。希望你看到这份信的时候，不要觉得莫名其妙。这不过是一个一直暗暗喜欢你很多年的人。你能不能别念了？能不能别念了？这什么东西？这里边一半以上的人我都不认识，我保证。
你紧张是吗？我不紧张。换你，你不紧张吗？我当然不紧张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有成就感，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惋惜吧。高清也真是的，挡了你多少桃花。难道你不该谢谢他吗？老实交代，有没有一点点的成就感？跟你一样，一点点。就一点点。但是我真的不认识大部分人，我。好了，不用但是。我要把这些呢全部都给他收好，毕竟这都是你的战利品。什么我的战利品？最多也算高清的战利品。什么高清的？现在是我的了，那就更应该给他保管好了。一会儿没工作安排了吧？我想回去休息。今天晚上还要陪一个老板吃个饭。啊？吃什么饭啊？我不去。不，青叶，咱们得去。咱们后面拍摄活动都是这个公司老板主办的。行吧，那我先去个洗手间，你呀就买点水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分一下啊。啊，没问题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拍摄啊。哎，你们学校后门在哪儿？我要赶紧走。怎么了？孟楠啊，他抓我跟投资方老板吃饭，我要赶紧溜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个其他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先回家了，晚上的饭局帮跟老板说一声抱歉啊。黯然销魂面，来 KTU 带我吃牛肉面。你别小看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面是全韩城最好吃的面。这 KTV 老板是斜杠青年吗？这我怎么知道？就我们两个人啊。你还可以交接其他朋友啊，那也不必。啊，怎么样？嗯，是挺好吃的。那你比我能吃辣，我就不能吃这。哎，听说你跟宋星辰和好了？嗯，我跟他来了一场女人之间的对话。现在我辈分是不是比你高啊？想得美。你好，你的饮料。谢谢。青音啊，还真的是你啊。袁总，那么巧啊。我刚才在外面看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你不是闹肚子回家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没事了，刚吃过药。行，走走走，去我们那儿去。这位是？他是我朋友。那一块儿吧，你们俩在这吃多无聊啊，冷清。走。不用了，我们很快就走了，你们玩吧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几个一起玩啊？你闹肚子不会也是借口吧？不是，其实我真的不舒服。既然袁总盛情相邀，我们当然得给袁总面子了。这样，您带路。干嘛？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喝酒的吗？跟喝酒的人一块儿就一定要喝酒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走。袁姐，我敬你啊，我干了。随意。你这酒也太少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满上。哎，谢谢啊。袁总，喝点。看谁来了？哟，青音来了。袁姐。这杯我替他喝，我敬你。好，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，都玩起来啊！想喝喝。
你们青音的酒量应该相当不错吧？青音，来都来了，不给严总唱一首？对呀、啊，青音，来一首吧。不好吧？你们唱吧，我就不唱了。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要唱什么？给青音点一首。一个人唱都没意思啊，我跟青音一块唱。这位是？啊，严总，这是青音的朋友。严姐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千城。来来，掌声鼓励！来，掌声鼓励！我说小高啊，要不然咱们先别唱了，先坐下来吃点东西啊。那可不行，今天我们要陪好严姐。对啊，青音啊，这严总说的真没错，你们俩这歌唱的真棒，要不你们先唱着，我出去抽根烟。喂喂，青音，你干嘛呢？这都是咱们甲方。来 KTV 当然是唱歌，甲方怎么了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过去了。哈哈人都已经走光了，下面一首歌送给你。好啊。如果明天也是今天，要不要此刻相约，别让我太思念。如果明天降落雨点，快伸手打坐屋檐，靠近一点，我就听见爱的心跳深深蔓延，在未又想起他了。我怎么又想到他了？怎么感觉他比哥哥还要帅呢？不行的，青音，我怎么能喜欢上前情敌未来嫂子的小侄子？岂不是低了他一头吗？伟玲，哎，小李，你来啦！哇，今天就你一个人在啊？苏队带人出去了，陆队和周瑶都在呢。哦，我今天正好路过，想说过来看看你们。给，小李，你怎么来了？看，陆队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你们先聊，感谢他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今天正好在附近逛商场，想说给你带点吃的过来。哦。谢谢啊，那就是说你今天有空了，晚上请你看个电影吧，上两部好片子，特别棒。晚上不太行，我得追剧。啊，是吗？陆队，嗯，你是不是在打小李的主意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朋友送了两张电影票，我就随口问问。我本来是要跟周瑶一块去的，
对啊，你晚上要跟陆队去看电影吗？电影？啊，对，电影。嗯。周瑶，我还有个训练还没弄完了，快快快快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再来一组，再来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偶像剧什么时候不能看？电影可是有档期的，对吧？嗯，有点道理。我去接个苏队电话。好。喂，苏队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约肖李姐，但没约上？我有约不上的人吗？我是因为今天晚上的局取消了，我闲来无事，随便问一嘴。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上一次在红尘装修，我就看出来了。我接近她，是为了苏队。哦，你想啊。她跟星辰是闺蜜，我要跟她搞好关系，我就属于打入敌方内部。嗯，我是为了兄弟牺牲色相和尊严的。嗯，是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你颁一个最佳好兄弟奖？听到了，你快追啊，陆哥！高手永远不要这个时候追，你给我学习好了。哦。喂，哦，有人加到头了啊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过去处理啊，等我啊，千万别着急啊。小丽啊，小丽啊，小丽啊，小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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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平常那样子，我可以解释的啊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不就是想帮苏星彻追星辰吗？他俩现在已经官宣了，没这个必要了。哎，小丽，小丽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嘴啊，也没有把门了。那个周瑶啊，是我小兄弟，我就是要个面子，我怕他们背后说我。那是我该跟你说对不起了，是我扫了你的面子。哎，不，不是。陆队，你不是说谁的脑袋被门夹住，要出任务吗？是我脑袋被门夹了。来。哥，嗯，我这句话你可能不爱听，但你骗不了别人，你对肖丽姐上心了。怎么出来玩堵不住你嘴啊？无聊是吧？我再叫点人来。不要叫人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找肖丽姐，把事情解释清楚啊。我犯不着。好呀，那就算你心里面没有她。他也没有对你动心，是个人听到这句话都会觉得难过，对吧？啊，你经常教我怎么跟女孩子搭讪、聊天，嗯，你的确很厉害。但你想一想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好几次喝完酒回来，名字都不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你跟肖丽姐说话的状态、语气、方式是怎么样的？你很在意她。你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个女孩来这儿喝闷酒？一开始在密室里面接近她，可能是真的因为苏队。现在呢？你这次说的有点道理啊。我那句话说的确实有点伤人，不管我对他有没有感觉，找一天，找一天我把话跟他说清楚。找一天还找一天？现在去！来来来来来来，现在？是啊，还等？去。行。服务员，不用，耽误我们。下一次有局带我就行了。行，谢谢兄弟。嗯啊。
夏玲，我来。小吕啊，对不起嘛，我说那个话真的不是我本意。哎，那我跟你承认了吧，我之前接触你确实是为了清澈，但是就像你说的，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，我真的没必要这样了。我这样不就是觉得你人好，想跟你交朋友吗？小林啊，你听我说呗，小林，看到了吗？广场舞啊，你过去，等他们跳完一曲，我就考虑一下。啊。属什么的？啊，各位阿姨好，我叫陆群，是在极夜救援队上班的。是不是前段时间搞防身术活动那个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我们平时啊，除了做一些活动呢，还会做社会救援。大家有什么事啊，找到我们，我们最关键的是啊，绝对免费。这样，大家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，这样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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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扫一下。等一下啊！哎，好嘞。当然呢，我不希望各位阿姨遇到什么危险，但如果遇到危险找到我们了，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救援大家。我们练一下我们的口号啊！极夜救援，勇往直前！极夜救援，勇往直前！不畏艰险，勇敢争先！不畏艰险，勇敢争先！来个杯！恭喜红尘两位老板，利润滚滚滚，走上人生巅峰啊！我们的店铺终于盈利了，辛苦总算是没白费的。嗯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就能还你钱了。啊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富婆，然后就可以和帅哥谈恋爱了。我觉得可以。帅哥有什么好的？有内涵才好。我就喜欢小帅哥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，来，恭喜恭喜！杨总，您能来我太高兴了，小李。恭喜了，宋老板。虽然我今天没带什么礼物，但是我让法务他们准备了一年的代理合同。这里太大了，谢谢梁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看您表现，谢谢梁总。嗯，各位老板们，吃好喝好啊！我先过去招呼一下那边那个。
监控来晚了，恭喜，白色郁金香，你喜欢的。谢谢，花语是祝福。谢谢唐教授，不过唐教授怎么来了？毕竟跟星辰相识这么多年，必须来祝贺一下。快入座吧。我招呼一下梁总，你先去等我。来来来，各位，我们共同举杯吧。在各位精英和领导的帮助下，我们才有了如今这么领先的销量。我和星辰一起敬大家一杯。干杯。敬酒的喝三杯啊。那你得喝完。王哥什么酒？王哥家酒。你跟我喝。各位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宋总，为了我们的合作，这杯酒一定要干掉。这必须的。来来来来来，他酒量一般，这杯啊我替他喝。哎，不用了。宋小姐的酒呢，就由我来替她喝。唐教授已经喝挺多了，让她休息一下。来，我敬大家，梁总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来了啊！先干为敬。好，好酒，好酒令。既然今天气氛这么好，咱们不如行个酒令吧。好啊，好啊。玩吗？来啊！最讨厌你什么吗？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，执念太深，看不清楚状况，奉陪到底。巨额上额，哎，还喝吗？你怕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苏清澈就从来没怕过。老苏啊，我本来不该说的，他的父母早就认定了我就是他的男朋友，甚至是未来的伴侣。要不然我刚才说你什么来着？执念太深，我再送你八个字啊，适可而止，知难而退。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要是对不起他，我饶不了你。都收了钱了，让我给你们打个样。哎，而且我选个真心话。可以，好，你们谁问？那我问。好，那你问。陆队，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跟我回来？就是。
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其实呢，我已经有孩子了。所以我已经安定下来了，我不需要什么女朋友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什么时候？是你跟谁的孩子呀？嗨呀，其实我们极夜救援队就是我的孩子嘛。切，我的孩子，我付出很多心血的，真的就是我的孩子一样。那你和苏清澈谁是爹，谁是妈呀？那你肯定能看出来，我肯定是爹呀，我怎么可能是妈呢？是不是？哦，他俩喝着喝着就去厕所了。我去买单。他是我的，知道了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机会。你俩怎么回事？走廊里都能听见你在里面嚷嚷。唐教授刚才好像没喝多少酒，他喝的好像是火药，他先开始的。怎么，你怕了是吧？喝呀，来呀，走啊，走啊！小点声，这是公共场所，丢不丢脸？这又没别人，一个是我男朋友，一个是我爸的好徒弟。你们现在就发誓不要整风将对了。他不找我，我不找他吗？他要找我，我才找他。行，我不管你们了。星辰，星辰。凌晨，还要喝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呀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，等一下，没事了啊。铃木周遥，你俩把他们安顿一下。嫂子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们常干的。麻烦你们了，小黎他。哦，我来送他。你们俩家住太远了，我跟他近。你别打他主意啊。怎么会呢？不会的啊！放心吧，我们再去单挑一轮。我跟嫂子一起，我俩说。慢点啊！好，再交给你们了。放心，跟我再玩吧。拜拜，上小心啊！那我们也走了。好好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服不服？拜拜，慢点啊！不服，不服接着喝。来啊！我今天必须把你喝到服。谁怕谁啊？走，来啊！哎哎哎，你俩慢一点。慢一点！哎呀，倒倒倒！哎呦，这是哪儿啊？到家了，到家了！哎呀，我家。行了，好好的啊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干嘛？解脱。
的手，想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温柔一种无法解脱。